我嘛，佮拜托嘞，要开始录啊！你即摆佮咧高逼啊！哎呦，哎呦啊！即摆佮来诶，杯啊杯啊，要录影先来放你遮哈，拜托个小姐哦，哎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对大家回一个实咧吼，因为可能今仔日大家张梅唔知去创啥哦，去拍麻将啊，创啥啊无啦，唔是啦，张梅收无闲啊啦吼，啊大家咧，即摆要开始录啊吼，拢我袂传好，啊即无法度，因为咱即规个布景即个物件，诶唔是讲对头壳布出来发咧遐，唔是吼，歹势吼。迄拢工作人员来设定的，你袂当我主持人来啊！哎，阿某某，哎，拜托个老三，你开一个电话咧，哦，无可能嘛！我阿老三嘛，这椅仔伫遮吼，拜托你瞧一下，啊，椅仔放遮刚好，无可能。咱所看到的画面，咱电视顶所看到所有画面，迄拢是工作人员提早一点钟，甚至讲我在报警，是前一暝就已经让工作人员用几落点钟就全打好啊！啊，我若节目刷的时阵吼。因这报警吼，才阁另外阁个去拆掉啊！所以像这种的过程，你就知影讲，一个团体要运作，迄是足侪人的努力，迄是你看袂到的哦。啊，所以既然一个团体要运作，这个背后爱有规矩，爱有规矩。那无规矩就会乱去啊！像阮这规矩啥物？规矩就是讲一定爱工作人员比主持人爱阁较早来。我讲你这大牌，唔是大牌，是我早来也无较早。我若来，拢还袂穿好势，电火还袂拍，啊，这物件拢还袂穿好势，我来要创啥？我来就无效，所以这叫做规矩。所以什么人要先来？工作人员要先来。啊，即马拢甲穿好势，好，即马换主持人，我开始讲。啊，工作人员即马去创啥？去困觉？唔是，去订便当啊。哦，工作人员即马已经去做其他的工作啊，这叫做规矩。所以一间公司运作要好势，也有规矩。一个学校运作要好势，伊有规矩。你袂当讲像即摆人一般讲，学校即摆成日叫做乱，无规矩嘛。什么叫做无规矩？就是霸凌嘛。有人讲凌霸拢同款啊。哦，大汉呢欺负细汉呢。哦，啊，即个有力呢欺负即个欺负即个较矮。啊，咱即个身体到尾啊，学生阁欺负个老师，这叫做无规矩嘛。所以咱古早有讲，一个社会君臣。君甲臣之中有一个规矩，迄叫做伦理。哦，啊，咱一个学校内底学长学弟，迄有一个伦理；部队军中也有一个规矩。但是有的规矩是歹规矩。什么叫做歹规矩？曾经报了一摆，哦，迄算讲咱历史上吼头一摆，有一个已经是伫个军中已经做甲正大正大的官，结果呢叫总统下命令怎啊甲踢走啊？怎个降职？哦，本来是已经是总司令啊，吼，怎降落来？怎降个变做副参谋长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因到底办喜事的时阵，伊竟然动员规个部队的人在给伊帮忙，甚至人爆料的人讲，伊的分内吼，佫有一本作战手册，即马都唔是要反攻大陆个拜托诶，即马都唔是要烧钱个，竟然佫有一本手册。吼、哦，安怎？结果伊讲开足济刀，哦啊，大家吼来的人拢一挂军官啦、啊，拢一挂将军啦、啊，人讲星光闪闪，因为将军军服遮拢有星嘛，吼、哦、三颗星、四颗星、五星上将、五粒星的讲，吼、哦，伊讲因为因囝要结婚时吼，拢、哦、总是全一挂即个军中的高级的将军来咧参加的啦吼、哦，所以落尾人规个社会就甲批判讲你哪会当安尼，结果伊就出一出来讲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吼，啊。伊歹势讲，伊讲啊，这祖国一代就安尼，也毋是干那我安尼俩。哦，所以人后尾新闻就报，讲有影，军中都有一种歹习惯，将部队的资源当作伊家己的资源。哦，甚至过去嘛，捌有人讲，嘛捌有人往爆料啦。哦，讲伊坐军机，军中的无人机。哦，军中的无人机，敢那一般民间的坐无人机无同款哦。迄、那个机场吼，军中有家己军中的机场哦。迄、那个军中的无人机是因为。要修建，也是讲咧演习吼，主管咧爱有出任务才会当坐。结果讲后即个主管吼，怎坐军机吼，讲是要出差，结果去拍高尔夫球。哦，安尼足歹呢。哦，真正足歹呢，坐军机去拍高尔夫球呢。哦，啊，若无就规矩，咱空军一号，迄总统的无人机啊，摕来娶某，哦，摕来嫁翁，哦，敢会当呢？袂当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迄台无人机毋是你的，迄台无人机是国家的。那是用到国家的用途，你才会当去用，这叫做什么？叫做规矩。所以咱也是人，若无规矩，也是讲规矩
是一个错误的规矩，也是一个应该改变的一个规矩，吼，咱就应该爱来突破。吼，你若遵守一个错误的规矩，安尼你会乱去。所以，你要欢喜大世间，你要有规矩。所以，咱囡仔自细就甲教伊讲爱有规矩，因为伫恁家若袂晓规矩，去校都无规矩，伫校无规矩，将来出来社会，伊嘛无规矩。所以，这规个社会一乱，都是这个原因。爱有人改革，爱有人去维持这个规矩，唔才有警察，唔才有法官，哦，唔才有这个社会上爱有一个制度，公司有公司的制度，任何一个团体，教会有教会的制度，任何一个团体拢有伊的一个制度，伊的一个叫做规矩。其实，咱要讲到规矩吼，咱这个人类自古早以来都有规矩，其中有一个足出名的故事，我讲给你听。就是鲁班，吼，鲁班，吼，鲁国的鲁，因为伊就是春秋战国的时阵，伊伫这个国家鲁国，吼，啊，班就是讲班长的班，鲁班，这是吼所有工业界，伫咱的历史上的古册来讲，拢是讲伊就是咱工业界上古早的一个牛人，啊，鲁班，啊，这个鲁班呢，伊是安怎，因为真厉害吼，伫这个工业的方面呢，因为伊真重视规矩。一直到现代，鲁班的井吼，古井，甲即马还阁有，人去看伊的井，吼，这个井安怎拍这个井吼，这拢有一个规矩，讲一步都有一个脚踏的一个所在，做代志拢总照规矩，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上早的时鲁班吼，鲁班，你上网去查鲁班打井吼，拍井，因为咱古早的时候要啉水吼，敢那海啦。哦啦，咱用这個天然的水，咱有法度来解化作咱会当啉的水尔。但是鲁班就是真厉害哦。那听讲古早吼，伫拍仗吼，上厉害头一个呢，迄就是叫做皇帝吼，舜尧舜禹汤迄个舜帝，这个皇帝伊会拍仗。但是头一个伫山林伫拍仗，迄就是鲁班哦，这是历史的传说。所以伊有法度拍仗，就是伊本身。伊咧观察大自然的时阵，伊会去看到迄个定律，伊会看到迄个规矩。比如讲，有一摆，人一个所在拢无水，啊，听讲伊咧找井足厉害，啊，就拜托去看。伊去遐巡巡看看咧，尔，伊摕一个碗倒盖，盖在遐。啊，第二天咧，碗摕起来看，伊讲，这个附近应该有法度通拍一口井。人就问讲，你哪遮厉害？我哪有拢看无？你用一块碗倒砍尔，你有法度判断？伊讲这足简单嘞嘛，哦，因为只要那地下有水，有水泉啦吼，一定这个水气吼伊会起来。但是咱的目睭咱看袂到，哦，啊目睭看袂到要安怎呢？我砍一块碗伫遐，第二天当我这个碗甲倒砍嘛吼，我摕起来看的时，哎呦，吼，哦，这内底拢全部啦，足高的啦。迄就是这个地下水的水气吼，一直浮出来，一直浮出来。所以这块碗吼，摕起来时吼，安尼唔是干那有雾呢，佫会滴水讲哇，安尼这个土地吼，水气真旺。佫再来看四周围这些草啊，吼草啊，咱啊草啊错掉呢，一时啊真紧就佫发出来。伊讲安尼就是水气真旺，所以这些草啊吼，会紧吼，有食到水，啊食到水的发吼真紧，吼。所以伊用这种的观察。伊就知影讲，免咱拍一口井。但是你要拍一口井的时阵，迄口井你甲拍落去的时阵，是毋是咱这个土啦，这拢会落落去，迄水就垃圾去啊嘛？哦，所以伊就是有一个技术，伊就知影讲免咱拍井，伊就知影讲免咱挖一口井。哦，一口井边啊，爱挖时爱有壁，一口井边有壁，有壁来保护，所以这个水出来的时候，有这个砖啊壁、石头壁。所以这个水出来的时阵，未去淋到土，啊，无你摕一个碗，你安尼个舀起来的时阵，内底有水也有土，你是要哪啉啦？你还得过过日，迄伤辛苦啊！哦，所以有法度去拍一口井，拍到真深的时阵，当这个水出来的时阵，伊头前的工程拢做好去啊！啊，伊个井吼，唔是讲干呐圆安尼一个落去哦，伊有一个幅度的，哦，伊慢慢第一站。第二站一直挖落去，挖落去，挖落去，当水浮出来时，唔才清气的。啊，不，你啊头前个工程做了歹，等个水转出来时，拢全土，迄个水就无卡抓起啊嘛，水真厉害。啊，伊唔是干那讲会用拍井了，伊拍井了后，
看到老百姓买去遐买舀水，哦，咱现场一口井伫遮嘛吼，啊，即马水淌落去啊，啊是要哪救？用一个锁啊，哗哩啊，哇，足艰苦的，又讲啊，无采我已经有发明，唔是讲发明啦，发现讲只有水，啊已经挖一口井伫遮，但是水伫遐我煞提袂起来，那这是要安怎？伊怎啊继续研究？伊怎啊发明一个，落尾一个滑轮，吼、哦，锁啊，囥在一个衣裤啊遐，啊，所以扭咧扭咧，你足轻松诶，吼、哦，免伫遐硬死伫遐扭，吼、哦，所以后来古井顶面，你也看卖，遐有一个滑轮伫遐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锁啊，照迄个钳啊咧碰诶时阵，咱真容易将这个水桶就怎会通扭起来？所以像这种诶生活智慧，这就是危机。迄就是因为老板伊会去。看到迄个规矩，做咧做代志的时候，拢照步来，拢照规矩。工业的物件甲艺术无共款，艺术是照感觉，唔是照规矩。我即无啥物感觉，迄无规矩。我提笔起来画，我安怎画，我就画，画出来哦，就是一种感觉。啊，我若无种感觉，迄是你含慢，你无迄个感觉。人高人头迄个感觉，你去感觉看卖咧。但是工业唔是，工业唔是靠感觉，是靠规矩。所以这个社会进步，就是工业的这个进步，就是靠规矩。机械进步，迄拢靠规矩，迄爱足准、足准、足准，差一点点啊，尔就差足济去啊，袂当差一点啊，爱足准、足准、足准、足准，哦，才有法度。所以像这种的规矩，带来规个社会真大一个进步。当然，除了规矩以外，咱嘛需要艺术，艺术的方面都唔免有规矩啊。所以吼，两项合作伙，咱的生活一个品质唔再好。好，所以讲到讲，哪国就讲。咱人若要欢喜在世间吼，咱来遵守这种规矩。伊讲规矩唔是要甲你限制，规矩是要让你自由啦，是要让你自由。所以前一集咱就讲啊讲，阿哥咧讲，咱要既然要遵守圣经的规矩，你就拢总逐项爱做较到。你袂当遵守一半，啊无你前功尽弃。你也袂敢甲咱守一项，人规定有十项，你甲咱守一项，迄拢无较做。你必须爱拢总做较到。啊，搁再来，都人个都咧足烦的，就是讲，啊，来遮侪规矩，所以雅各就讲，规矩是要让你得到自由的，是要让你得到自由。所以咱来开始欢欢喜喜来遵守规矩，因为若无一个规矩哦，你唔知影变安怎。规矩敢若亲像红车灯，我相信有驶车的人拢足讨厌红车灯，为虾米？因为无可能逐摆拢车灯。因为黄色灯，你驶车总是你会拄到红灯，拄到红灯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足讨厌，我爱等。但是你若正经讲，啊无大家卖等，哦，咱这个规矩改取消，拢卖有红色灯吼，卖红色灯，咱怎改提掉？当然，这个世间无红色灯，你会足笑脸红色灯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车都塞掉了呀。大家就想我要行，我要行，大家我赶时间，会出门大家嘛赶时间，什么人无咧赶时间？大家嘛赶时间啊，大家嘛烧钱啊。所以，若无一个红车顶的规矩咧控制的时吼，到尾也全拢总会乱去啊！所以，亲爱朋友，请你记哩，一个社会要和谐，一个节目要落较好，迄拢总爱有规矩，大家都爱照步来。一个团体要进步，爱照规矩。你个人的人生要幸福，你的心内嘛都爱有一种规矩。迄种规矩毋是外在国家的法律甲你要求的。法律干来咱要求外在，你袂当杀人放火，袂当偷摕物件，迄讲外在尔。但是真正你人生要快乐，是你的心中要有一个规矩，就是雅各所关心的一个主题。到底这个心中的规矩是啥物？后半段咱继续对大家说明。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，外在规矩真要紧，但是真真正正的规矩其实是心内的规矩，是心内的规矩。所以圣经是哪七大本，因为圣经内面拢是心内的规矩。圣经唔是讲甲你讲外在，啊，着几点爱起床，啊，着爱洗面洗嘴吼，起过用多一个牌子，塞车塞多一款车，唔是。圣经七大本拢来甲你讲心内的规矩，好，心内的规矩。所以咱人若心中若无一个规矩，你的生活你会作乱，所以雅各就讲：你要欢喜在世间吼，你的心中要有规矩。
心中有规矩，你的生活才袂乱。哦，你一个人，你讲哦，我面少皮拢哦，逐工起来哦，拢个煮较好势好势。哦，我若碗碟拢摆较好势好势，我若物件用了拢个归回原位，但是心中无规矩，伊还是袂快乐。有人外在这样规矩，哦，我这衫出门一定爱捂，啊，我皮都爱擦，我车拢爱洗，这样规矩哦。但是心中无一个规矩，伊唔知伊甲别人个界线。伊拢感觉讲别人害的，伊的人生是别人害的。伊拢感觉讲，就是你害着我，你害我无幸福，你害我真痛苦，你害我安怎？这就是叫做无规矩。因为伊会感觉别人爱为伊的人生负责任吗？伊无这个能力为家己的人生负责任吗？别人家己歹尔，伊就感觉讲你伤害我。哦，别人无教育意思，伊就讲你伤害我。啊，这种人当然伊就活得真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心内这个规矩拢乱去啊。虽然人生。除了在学校，咱学习外在规矩以外，咱就爱读圣经去了解心内的一个规矩。咱就爱去了解，咱就爱去了解，讲要安怎样让家己的幸福，要安怎样让家己有平安，要安怎样让家己卖受外界的困扰。每一个人要安怎好好过日子。所以当你来读圣经，你就知影我内底规矩其实也真真，真正是真侪啦。比如讲，哎。上帝跟你说你要原谅别人，这就是一种规矩，你不要怨恨别人。比如说上帝说你不能论断别人，这种规矩。所以圣经跟我们说你说话的规矩是什么？圣经跟我们说你思想的规矩是什么？看到女孩子水不能黑白相，这也是一种规矩。看到别人执着色不能黑白相，不用欣赏别人，这也是规矩。爱知足，这也是规矩。爱喜乐，这也是规矩。所以你如果没照这些规矩会怎样？也痛苦，因为规矩是为你好。规矩不是要给你限制，规矩是为了让你得到自由。什么叫做自由？自由就是你的心未常常受一挂怨恨、艰苦哦，未有一挂负面的思想怎啊给你拔掉呢？你的心是自由的，那个意思就是讲你会变做正面哦。所以自由一定是带来快乐，自由带来积极。真正的自由是带来欢喜，带来自在。所以，当你若有法度照圣经的方式去思想，照圣经的方式去感觉这个世界，照圣经的方式去体验咱的生活，咱的人生就会有足大的一个突破，咱的人生就会有足大足大的一个改变。所以，心内的规矩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一个人来当遵守着伊心内的规矩，伊的人生就变作是自由。所以你讲我无食薰，到底是自由啊？无自由，其实是自由，因为我唔免食薰，啊，我唔免跋筊，我唔免做这些代志，哦。啊，你讲哎，老师，你啊常常节目当中要讲食薰哦，我都因为即马医学研究，食薰对一个人影响实在是太大。啊，我咱嘛专门去研究讲，为什么咱人压力大会食薰？你知道？啊，谁来无去做其他代志，谁来是食薰呢？因为食薰足奇妙，食薰哦，当咱在数哦，当咱数数的时阵，可能呢。将咱一口气吼，安尼吐出来时，伊会帮助你的心中改变你的情绪。所以食薰敢若咧吐大气同款，其实是安尼。但是吐大气甲食薰差一个倒位呢，差伫个迄个数，因为食薰吼，你要食薰一定要数，迄个数的时阵会乎你带来一种有希望的感觉。啊，即个当你咧安尼吐一口气的时阵吼，伊会将你的压榨啦、艰苦啦，将你的忧闷啦、将你的重担啦、将你的痛苦吼，拢个怎透过安尼，怎啊个吐出去？啊，当然还佫另外一点，因为这个薰内底吼，有一挂成分，这种成分伊会刺激你的感觉，伊会刺激你的神经，所以呢，伊会乎你感觉有一种放轻松。吼，迄个薰入去的时阵吼，伊会刺激你的脑神经，乎你暂时来放轻松。啊，然后佫透过安尼吐一口气的时阵吼。哦，你会感觉你的心情有足大一个改变，但是伊有缺点无？伊就是有缺点嘛。伊若无缺点就无要紧啊嘛。哦，伊有一个啥物缺点？就是这薰食了袂当过量。你若食一个条咧，你若讲一天一支，哦，人有食薰的朋友就知影，饭后一根烟，快乐似神仙啊。那你嘛食饭了安尼，你食饭已经足快乐呀。即嘛食饭了，佮搏起薰啊，哇，真正人生非常的快乐。啊，你讲啊，既然是安尼，老三你来节目中定定咧劝大家讲莫食薰。因为医学都研究讲，咱若食薰食了久吼，咱的细胞吼会出问题。
就讲迄个物件，伊会带咱小可麻痹的感觉，或咱卖遮痛苦。但是伊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当你若过量的时阵，你的细胞规个拢全乌去。所以呢，唔是讲食薰歹，是讲食薰会害着咱的健康。所以鼓励朋友讲，当咱有压力的时候，咱尽量用运动，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。啊，搁再一点足现实，因为食薰爱钱，哦，而且食薰全世界拢安尼，因为伊会制造这个二手烟嘛吼，所以全世界薰拢是愈来愈贵，哎，钱歹赚嘞，迄钱足歹赚嘞吼，结果咱咧输输输拢全输掉。啊，当然啦，我若讲一句较无客气，食薰至少比食毒较好啦，因为食毒搁较贵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建议大家戒薰，唔是讲甲你批评讲食薰歹，唔是这个意思，伊是讲这个薰啊戒掉时，你会当用一个比较对你身体有帮助的方式来逃离压力，啊，搁再来搁免开钱，对不？所以讲尽量用好的方式。哦、所以这叫做规矩，所以你起码了解呗。所有圣经讲的规矩，你莫甲想讲，那都要甲我管遮济，你莫安尼想。所有圣经规矩，你拢来想讲，啊，这都是要让我自由，让我得到套房，吼、哦，让我当俭钱，让我当身体勇健，让我当更加喜乐，哪有例外？是不是呢？所以请大家加减帮来参考，吼、哦，圣经里面所讲的对咱一定拢是好。好来，啊，后一集到底要讲啥物呢？来，甲大家分享哦。后一集要甲大家谈的，就是讲。咱做人活在这个世间吼，你讲我嘛知影圣经的规矩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但是我做未到啊，是啊，你做未到，别人嘛做未到啊。所以当人若做未到的时阵，你莫一直甲伊骂；人若做未到，你莫一直甲伊批评；人若做未到的时阵，你也甲伊怜悯，因为你讲啊，我嘛知影我家己嘛做未到，对不？所以吼，像这个怜悯的这个心，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啦。所以后集甲大家做来分享哦，咱人爱有怜悯心，才当欢喜大世间。六块一，十两八，十两八，六块一。啊，十两八啊！啊，咱暗时敢袂用哈？讲嘛有闲，有闲哦。哎呀，好啦好，有闲哦。咱来按时哦，咱来去一下迄个狼吃饭。啊？狼吃饭啦？是什么所在？哎呦，狼吃饭就是迄个夜店啦。啊，就是吼，我有通去啉酒啦吼，啊，佮气氛很浪漫啦吼，啊，佮吼，佮啉些酒啦，啊，唱些歌啥个啊，安尼啦。哦，足侪小姐无？哦，嘛有哦，小姐嘛有足济哦。哦吼，安尼我就无，安尼我就无爱去啊。嘿，我无要去迄种所在。哦，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上帝予咱足济足济快乐个代志，咱唔免去追求迄种物件。迄种物件吼，佮开钱啊，佮浪费时间，哦，大家佮食薰空气佮歹。你也知影，我所追求的是心灵。圣经讲吼，迄老上帝住伫咱的心内，咱亲像一张树啊，会自然结出高壮的果子。果子哦，哦，我知。若讲果子，我甲你讲，你看，我甲你讲，恁耶稣讲的，敢有九项果子？那阮吼，即台湾讲的吼，阮有迄个苹果，吼，啊有即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 banana 金蕉。甘仔啦吼，啊，佮有苹果啦、葡萄啦吼，哦，啊，佮有迄个水蜜桃，搭唔合起来，几啊百项的水果。唔是迄个意思，你拢听无？意思就是讲，咱这人生最主要，爱心中有啥物呢？爱有喜乐、有平安。吼、哦，迄我念互你听，讲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哎呦！那你迄九项那是规矩，你迄九项根本就是仁爱路、和平东路，这种路的名，规矩。是啦，哎呦，这迄是咱人的心内哦。你若这几项有喜乐、有平安安尼，哦，做主人就做好个安尼。今仔日我配合你，你只要陪我一项，卖讲吼，讲几年个配合我，我配合你，看你要去倒，安尼我拢配合，好不好？安尼哦，唱歌会使无？唱歌我歌声好，要来去卡拉 OK 啊啦！俺唱歌会接受啦，吼！接受，赶紧进来去，进来去。这个，但是我骗哦，咱这唱歌无叫小姐哦。不要紧，无小姐我有配合。迄种的无啉酒哦。啊，无拢足性的，啊，敢卖钱？迄间爱心定位无？免。哈？免。免定位。我即马随去随有。
哦，哎呦，阿你阿你，随开随我，好啦，阿唔接受诶。啊，无，唔免钱，唔免钱，不但免钱，佮现场迄个乐团，哦，乐队带舞诶，现场诶。阿你哦，阿是伫咧做乜嘢？做低温教会。啊，教会哦。教会敬拜赞美唱诶诗歌拢足好听。哎呦，你来去教会？有啦。哎呦，唱诶诗歌。你都敢要教我唱歌？